从事外销三十多年后，因应国内竹编产业的变迁与转型，卢敬之与长子张永旺一起投入竹编传习课程，秉持着只要有人想学，我一定会教的精神，将数十年的创意与技艺传承下去。长子张永旺是现任社团法人台南市竹会的理事长，从小就跟着母亲从劈竹、剖竹开始接触，如今他已能独当一面，将竹材与其他媒材结合创作，走出自己的竹编之路。这个细汉吼，对爸母，我出世，爸母在咧做啊，吼啊做，迄阵就是讲啊，囡仔时代就是爸母带我，啊，我就伫身躯边坐坐，安尼看看看，看较会晓做，安尼啊看就会晓啊。这个商业品呐，吼啦，即摆现代是讲安尼讲啦，我较早是讲拢拍这个外销吼，做生意的这个样品安尼，吼啊，就做，啊就调的，啊就哪做。那心色吼，一件一件哪做哪成品起来吼，哪看哪水啊，哪爱啊，感情哪拨哪高，都放未起。幼时的卢敬之承袭了祖父传承的好手艺，随着父母亲编织竹篮，耳濡目染之下，也成了他扎实的手艺基底。早期吼，关庙乡的人吼，对这德器吼。头啊是较无，拢较粗，做较粗的日常用品。咱岛内，咱台湾省吼，这岛内的日常用品。啊，后来呢吼，经过阮遮有一个吴大顺乡长吼，伊迄阵去外国视察了，倒来感觉讲外国外销会做一了的，家家户户，阮就拍样做样，啊拍了，外销已经订单入来啊，啊，就送互家家户户干做，每一个。关庙乡的这些妇女吼，啊，到尾啊嘛是查甫拢在做啦，无一定妇女，拢翁某啦、囝啦，拢嘛混合做伙呢，啊，就直直做，啊，就有收入，啊，家庭的收入拢袂歹啦。较早的囡仔吼，阮较早吼，拢囡仔拢大大小小拢免得甲爸母讨钱呢，要零用钱，家己来赚，吼，拢行过来行过去，就一间。在做外销的工厂啊，啊，就去阮请做，啊，就大家拢有零用钱，较早囡仔足好过。那大汉那一年一年，啊，就那练，啊，去山顶吼，就挽竹叶啊，乌白做啦。虫类啦、昆虫类啦，吼，拢是乌白变啊，变就变起来。啊，了后就是讲，吼，转来嘛是竹啊，替来破乌白做到尾啊，啊，就拢会生物件，吼，会生形，生一寡动物啦，也是迄个昆虫类，拢大部是拢昆虫类较大部分啦。啊，了后就该直直做到，原来嘛是哦，那对爸母哪训练哪做，到初步直直学到尾啊。哦，阮就拢会用哦，对因做中一节该需要较简单的吼，啊，就直直练，直直做安尼。国小毕业后，卢敬之辗转换了几份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靠着三只竹子做本钱，开始他的竹艺之路。国小毕业，啊，但唔知想要做啥货。啊，老师就讲，爸爸妈妈讲，叫着爱好我升学。啊，爸爸妈妈讲，伊有真巧无唔对啦，啊，做哪嘛袂歹，吼、哦，安尼啊，我就昨晚若无去升学，啊，无升学了，伊就教我讲安怎做。即个老师想讲，啊，我住厝诶，做哪无菜，吼、哦，伊就甲我介绍，讲啊，无我带你来做护士，住袂掉啦。即摆随去再去去，下晡吼，就真想要倒来。搁再经过无外久，又搁一个，我要甲我介绍讲，无来点头章，你的手艺真好，无来学点头章。结果
今仔日去，一礼拜就回来啊，就无想要搁去啊。安尼，迄个时阵，阮爸爸讲，安尼你若住外面，没关系，会新闻处吼，啊无你怎落去做，甲阮做去做哪？阮爸爸就甲三支笛仔给我，伊讲这三支笛仔互你做本钱，吼、啊我甲你破吼，你来做呢。像下早来做，做到下晡，啊我迄阵在做较慢，就做到明仔载吼，啊就十卡，人就来买。下晡五六点，人就来买东西，安尼吼，啊买，阮爸爸就讲遐钱要给我吼，啊真正我就哦，迄阵较早细汉吼，谈着讲吼，哇，我即摆有钱啊，有使车啊，就哦啊，就认真做啊，就继续做啊，安尼。毕业了做，做了，就是讲去遇到一个欧巴桑吼，拄好摕一担的即个别针，要来问看人。有人都会当做，都看到我，伊就甲问看吼，小妹小妹，你敢知影恁家人有人在做这个手工艺无？我讲有，阮家家家户户拢在做，但是要你要做啥物？伊就讲要做这个磨肉机，做别针。伊一礼拜要互我做，我一下暗就甲做好啊。我迄日一转去，伊呢补我迄下暗，做甲两点我就结束啊，一单我就做好啊。所以我隔当日电话甲。联络伊就讲，安尼你甲我摕来，互我看卖啊！吼，我摕去互看，结果真正会用着。伊就讲伊要甲我请，吼，啊，准备甲我请人时，伊就讲要请我一个月，迄阵台票3000块，吼，迄阵介绍足好，吼，啊，我阵十几岁啊，尔得当赚遐钱，真欢喜。了就继续做，做做了有一天伊有代志，伊无要做啊，吼，迄阵伊有代志，讲伊无要做啊。伊所有内底遐鸡丝头，伊讲拢要给我，哦，拢要送我，叫我去发展做，甲我自由去发展，安尼，啊做摕去台北卖，吼、哦，我就听伊个嘴，我正听伊个阿公叫我做家摕去卖，吼、哦，啊我就做我就摕去中华商场卖，吼、哦，啊卖啊就哇，真正真好价，卖了真好，我就对迄条路继续行呢，哦，啊行做。做到就拢做外销，啊，拢互阮关庙家人请咧做拍样品，吼、哦，用关庙家人啦，外国人来买订单来，啊，就是讲甲我叫我拍样品给因，啊，结果我就是讲做那滴拍样品，啊，拍了结果靠今仔日，吼、哦，啊，今仔日就是讲安尼继续做。阮先生吼、哦、结婚了，就是从开始咧做外销，规个拢做外销安尼啊。啊，阮先生从专业做伙做，吼、哦，拢啊教，互伊收货啦、送衫呢，啊，就拢有请人工吼、哦，啊，就拢四管师咧做。那做吼，拢、哦、有个人吼，拢互个人，即个附近呐、啊，还是较爱做的吼、哦，对这较有兴趣的这個，啊，就互代工，哦，啊，代工呢，安尼继续做了外销，做了真好。哦，迄阵的时阵做了真好，澳洲啦，啊，这个印尼，倒位拢有，吼、哦，迄阵都是大陆，拢会加减，拢会来订啦，日本啦，倒位拢会加减，拢会来买，哦，啊，土耳其，尤其是土耳其，把我买足济。卢静芝与丈夫经营的竹编工厂，外销订单激增，生意源源不绝，产品销至多国，没想到。却遭逢贸易商恶性倒闭。我做到呢一段时间，去学这咱台湾的贸易商，甲我回交伊钱无给我了，我总有做较少。啊，迄、那个无形中总有人问我讲：啊，你所做的物件，敢有一寡物件敢有漏的？我讲有，我有拍样变过，拢有漏的。啊无，你来迄个电视刚好。啊！当时我无想讲啊，电视是会当影响到什么吼、哦，所以我讲好，我应讲好啊，来电视试看卖啊咧。哇！我头一场去电视就真好，头一场伫个台南市图书馆迄场，哇，电了真成功吼、哦。啊，对啊，市长苏南成，迄阵苏南成做市长来剪彩，哦，啊，伊就讲哇，你这物件遮多，迄阵敢若像有。一两百种的款，哦，继续人看到啊，新闻记者来采访，啊，就开始报，啊，就拢轮流吼，各管区轮流来聘请，拢会
关门来，叫我去遐电视，去遐电视，啊，我开始就电视，吼，开始就达观市安尼走，走电视馆安尼吼，到文化中心啦、图书馆啦、社教馆啦，这拢是吼，因有场地啊，就去电视。电视电到了，有一天吼，教育部的这个教师研习班，甲阮这个教学，我讲会使，那教的拢无问题。啊，即摆就因就用方报名，哦，啊，我就聘请公务员，聘请我去教，迄个是教师研习班，开始教教，教了哇，成绩真好。本来要报名50个，结果报100几个，哦，啊，即摆因就主办的小姐问我看安尼这要安那，我讲装修无要紧，伊讲啊装修你敢教会去？我就甲因讲，我会当叫人来教，哦，我内底有卡销，我会当叫人来倒卡修安尼。那电视啊，那接订单啊，订单啊做啊，关庙遮就是拢，我再我那个一寡咧抱啊拍样，啊拍样迄东西是吼，我小去外小房倒去吼，啊无感觉，啊就是讲，迄阵哇，为着家庭的这个经济，啊真拍拼，拢是要做的时阵，拢24小时拢等人困点钟，啊我才伫研究这个形体，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会当做足侪形体，吼，大大细细，吼，大件细件，毛做个足大件，毛做个足细件，细做个比手吼差不多，咱个黄豆啊会大，吼，啊，就一支笛啊，会当做足侪物件呢。啊，迄阵就是哇，继续直直做，啊，做个24小时，当其时我少年，24小时拢无得困啦，到即摆。年岁较侪啊，就有感觉，即摆就较无迄落，较无在做。啊，以前迄阵少年，做到24小时，啊，搁要搁装会，拢一挂学生了嘛，走来甲我斗装吼，高中毕业，啊，因就拢迄个假日就走来甲暗时来装会，拢装会规吼，啊，所以这个物件，各国拢真需要吼，真需要咱做所有在做这个物件，因为我的物件唔是。讲一项两项，我会当吼，你要爱什么，我就当做什么，吼，拢会当供应给人。所以进现在嘛是同款呢，嘛是人要爱什么，吼，我就做什么给人。所以拢唔免讲啊，咱就我就爱靠别人，吼，我无，我拢一直拢伫咧拍样给人。所以今仔日参加比赛啦、送啥，拢家己想、家己做，无经过别人，吼。啊，所以即摆就是囝，我若感觉讲有兴趣，我若阁继续。传落来是安尼吼，啊，电视了吼，就是即摆拢叫阮出去吼教课吼，传授教吼，即个大家吼会晓吼，我就出去教大家会晓吼，啊，每一县市就是我就安那想讲啊，有好啊，我即世人无啥物通好，会当贡献到社会，啊，我来吼。来传授吼一寡即爱有兴趣的人吼，啊来传授给因吼。我希望讲会当这个手工艺会当继续落去，会当继续传落去。啊，即摆就是讲继续传落去了，就是讲我一个囝吼，伊都有兴趣。这个、大囝吼，我大汉的这查甫囡仔吼，都安那有兴趣吼。啊，拄着啊，我那咧教课教袂吼，无法度。教袂起，人较侪教袂起，啊！伊就伫身躯边仔咧看看吼，啊！就安尼，安尼练安尼学，啊！就来下，啊！即摆就安那学一挂起来，吼！啊！学一挂起来，即摆会当安那代替我出去各县市安尼教，吼！拢传授，吼！啊！伊即摆就是讲，我尽量减少，啊！尽量互伊去发挥，想讲互少年咧，互伊去做，互伊去发挥，吼！啊！我希望讲大家，吼！咱这个所，咱这个台湾省咧内底的这个。哦，家家户户社会的人会当讲来认识这个手工艺，哦，这个会当这个竹编，哦，会当啊继续传落去。
卢靖之的作品特色不仅展现原创草根的强烈风格，也蕴藏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意涵。不追求多余华丽的设计，卢靖之的编织技法保留了传统竹编简朴有力、婉转线条、圆润饱满的精髓，加上生动活泼、创意巧思，流露出轻松自然、大气四方的美感。运用巧妙精熟的镶嵌技法，将福字等富有深刻印象的祝寿词编织在作品当中，呈现出道地竹编的民俗风味。除此之外，卢靖之更将他洞悉花鸟虫鱼的敏锐观察力透过栩栩如生的动物竹编展露无遗。凭借着与生俱来的眼、脑、手的同整能力，将虾子、燕子等透过灵巧双手编织的惟妙惟肖。竹编讲究工巧，卢靖之进而将竹艺精致化，创作出如精品李兰、小花兰等只有指头般大小的迷你作品。卢靖之的巧手天工，就连同业也折服不已。那在那个年代，关庙的就是竹编的工业非常兴盛，这不只是我们家的工作，甚至邻居家他们也在做。所以我们家没有适合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会到邻居家去打工，就到处去赚到这样子的钱。那所以我们从小就会慢慢去养成，就从小就去工作，然后跟家里的这样子的事业去做结合。那慢慢长大之后，其实父母并没有希望我们去从事这样子的工作，只是说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妈妈她的竹编的技艺学习过程当中，她也曾经遇到一些挫折，所以她从小会告诉我们说啊，这样子的工艺啊，没有人愿意教。那在她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她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摸索。那所以她从小就告诉我们，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她将来把这样的技术然后交给任何一个想要学习的人。那所以在我们小小的年纪，我们就抱着说希望可以帮妈妈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就将来也可以有能力盖一个竹编的博物馆，然后有机会帮妈妈把这样的技术交给各个阶层的人。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遇到一些贵人，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机运，就是那时候我们南关社大刚成立，那我们的校长是台南人。当初校长就是约我们要去谈这个课程的时候，他是在总统府看见我们的展览的作品，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样子的技艺不传下来很可惜。那我有跟他说过，开这种课其实有蛮大的难度，因为我们关庙地区大部分以我这个年纪的大部分的人都学过竹编，所以几乎多多少少都会，那要招生其实蛮困难的。那校长就说他跟我挂保证说，只要有人想学我们就开课。现在就是说我们家也有团起来了，就在开始就都有在聘请，聘请出去在教，甚至我们的这个台南感觉、高雄市的感觉，拢后聘请伊去咧教，教了倒啊，拢学了讲真好，拢人敲电话来咧甲我讲真好，所以我希望讲，安尼咱的社会会当安尼，大家来兴趣，来继续这个文化，这个竹编会当代代传流落去安尼，会当继续，这人会当安尼，每日有收入，会卖哦。这个竹编的这个项目叫长期，因为这个竹啊，达位都有哦，拢会当用哦，所以希望大家会当一项一项我所有做过，免一定照我的，让一项一项来个传流落去。